妈，你看这儿有一个小店，离开还有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去买点吃的吧。反正一路上时间还长着呢。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吧，免得妈担心你。哎呀，我也难得出来一趟嘛，就去逛逛吧。我记得前面那个茶楼好像有一些点心，去看看吧。好。 麻烦你过来一下，谢谢。哎，请你帮我把海报贴在这里。慧明，如果今天我不出去的话，你一定准备在外面杀到一个晚上了，对吧？真是，你这样何苦呢？我习惯了。我，你想说什么？你先说吧。 若兰妹妹，我一直想这样称呼你。在我心里，你就像慧茹一样，是我最疼爱的妹妹。原谅我，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会走上一条并不安定的路，和我深爱的辉聚一起，周游各地。何时归来，我不知道。我的心意你明白，我也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希望你能记住我的那句话，不要等。 事情实在太多了，啊，刚才我想问，家里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你说家里啊？还好还好，哦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和大嫂会照顾好的。谢谢你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若兰，慧明，啊，我看你这里也挺忙的。 我先走了，若兰。现在离下场演出还有一些时间，不如我送你吧。啊，不用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想让你多休息休息。我先走了。若兰，慧明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记得常回家看看。爹妈年纪都大了，他们挺惦记你的。 若兰，子健。
下这大鬼，兵家死路一条。妈的，让他们掌大权，陛下，陛下国破人亡。母亲，不许哭。不如，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听到没有？只有坚持了，我们才会胜利。我不懂什么改革，我也不需要去懂，那跟我都没关系。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。以后你别参加什么游行了，行吗？你就在家好好的搞艺术，我会把你照顾好的。你住嘴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是拖永后后腿，你知不知道？说出去，还不让天下的人笑话我杜子健？你知道吗？要是艺术没有了政治，那就是没有了灵魂，那跟行尸走肉咱们还有什么区别？子健，好了，你不要作声了。以后我的事情你少管，这是我们男人的事业，你们女人不懂，不要胡说八道。我饿了，吃点东西。怎么菜都是凉的？那我去把饭菜热一热。大少爷，您真的见到皇上了？对呀，皇上还夸我们呢，说我们宝源七号啊是天下第一期，听见没有？天下第一期！哎，赶紧做个招牌，给咱挂上啊！好，慧君，这么做太张扬了。皇上的金口玉言，哎，这以后就是咱们宝源七号的金字招牌啊，得让所有人看见，是不是？是是。子健，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？慧茹，哎呀，真的是你啊！大嫂，哎呀，慧茹，可让我找到你了！快进来坐，喝杯茶，来。坐。大嫂，我这儿没有茶。要不您喝口水？哎呦，你还跟我客气什么？快让我好好看看。你这手怎么了？啊，没有，这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。撞的？啊，让我看看，这是撞的吗？这不是在骗我吗？是不是杜子健欺负你啊？没有没有，杜子健对我可好了，这个真是我自己撞的，我不小心。你别担心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大嫂，妈怎么样了？家里边还好吧？你还说呢，上次你说你写信回家也不留个地址，妈看了信之后啊，是又想给你寄东西又想给你带东西的，就是没个地址，害得她急死了。这杜子健在哪儿啊？他怎么不在家呀？他挺忙的，每天都是一大早出去，很晚才回来。忙？他忙什么呀？忙着跟人打架呀？我要不是在那报纸上看见呀，我还找不着这儿呢。他不是故意找打架的，他那是为了理想。其实有时候他对我真的挺好的，就是忙，没什么时间管我。他有理想，有抱负，他的事业挺伟大的。伟大？伟大什么呀？伟大到让你住这种地方，吃这些破东西。理想？我不管他有什么理想，
我只关心他能不能对你好，有没有能力照顾你。没心鸟人，我一定要宰了你们！哎，让开！哎，你们没心鸟人，我杀了你们！大嫂，他今天是喝多了，他平时不用再替他解释了。当初你写信回来，若兰就跟我说你信里写的不是真的，我还不相信呢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你不是对不起我，是对不起你自己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依我的意见，你明天就跟我回去。大嫂，我回不去了。怎么就回不去了？就算你现在不想回吴家，你也可以先住在我家嘛，起码大家相互有个照应。我不能再给你再给家里边添任何麻烦了，你们能照顾我一时，照顾不了我一辈子呀。再说我已经不是吴家的人了，既然已经从吴村出来了，这辈子是苦是甜我都认了。要是这个时候还让家里人替我担心，我会恨我自己的。你有你自己的想法，我也不再劝你了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以后写信回家一定要说真话，我们才是最担心最爱你的人。知道了，大嫂，替我照顾好爹妈。爹，这是我从北平带回来孝敬您的。我的女婿果然不错，到哪都不会忘了我啊。这次能成功啊，那主要还是您的功劳吗？哎，一家人说什么客气话呀。哦，对了，爹，这次有个情形让我特别不安。啊，你怕什么？有什么不安的？我在回来路上吧，我看到好多地方啊，他好像就不太支持袁大帅登基，到处都在闹事儿。你说现在维新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了，气焰就越来越嚣张。你是不是多心了？没那么严重吧？哎，不不不，你没亲眼看到，那好多地方那个标语啊，他都写的就特别的那个什么。真没想到刚登基就出这些事儿，看来这皇帝也不好当哦。爹，我在想啊，你说这万一他要有什么大变化，那咱们送那屏风会不会惹什么麻烦？哼，那送你的人多了，会有什么麻烦也不会找到你头上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，这万一要有点麻烦。如果万一有什么麻烦也不会找到你头上啊。啊，也是你们惠祥出头，谁让他是老大呢？哼，不能光沾光不担责任呢。哎呦，这担责任有什么用啊？这要是真的有麻烦，那受损的就是咱们吴家呀。哼，你们吴家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还有贵人罩着，哪会出什么事儿啊？我羡慕都来不及呢。何如，给我点水喝。哦。子健。子健，我求你以后别这样了，行吗？你烦不烦啊？又哭丧个脸。怎么了？后悔了是不是？后悔跟我来上海了是不是？后悔你回去啊？怎么着？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陛下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。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了解的。跟着我干嘛？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子健，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我不会跟你分开的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多苦多累我都能忍。我求你，我求你别让。
个人在外面，自己要多加小心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。嗯，大嫂，你就不能多待几天吗？这次出来，妈本来就不赞成，还是早点回去，免得她担心。记得，一定要常常写信回去，就算寄到家里觉得不方便，也可以寄到我娘家，有什么事儿可以先跟我说。啊，我会的，大嫂。你要清楚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还有我们。云儿，这个你拿好。大嫂，好好保重。嗯，我走了，我们先走吧。怎么样？我听说袁总统不当皇帝了。你别提那个废物了，才当了83天的皇帝就倒台了。那你不是支持他的吗？嗨，我现在还支持他干嘛？那么没有用。我现在已经跟保皇党划清界限了。早知道，我当初就应该跟了维新派。慧茹，你那还有钱吗？还有一点，但是不多了。走，咱出去吃饭去。出去吃。他什么派不派的了？咱们肚子要紧，走。哎，吴老板，这次你们做屏风的红木钱该付给我们了吧？哎，停停停！哎，年前你们进了我一批铜油，只交了定金，这剩下的钱也该结清了吧？还有这金粉金片的费用。各位各位各位，我们宝源七号做生意啊，一向是按照规矩来的。各位请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吴老板是实在人，宝源七号更是个大店铺，就体谅体谅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吧。对对，说得对呀。可是当初我们不是说好了年底再结账的吗？现在你们突然要钱，让我们上哪儿去准备这么多钱呢？这个嘛，大家都是有理由的，所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。对呀。好好好好好，各位稍等一下，等等等等。都是因为袁世凯下台了，他们都怕我们宝源没有势力，不想跟着倒霉。现在说这个没有用，账上有多少钱，给他们一点是一点。大少爷，哪里还有余钱呢？全给二少爷了。去找慧俊的人呢？找到没有？大少爷，找不到，不知道二少爷的去向。出了什么馊主意啊？你是不是早料那个袁大头靠不住啊？哎，你给我喊什么呀？啊，我怎么知道那个袁世凯那么没用啊？他才当了几天的皇帝呀、啊？他不过就是下个台，我呢，我完了。没那么严重。怎么没那么严重啊？你七号的钱全都用光了，我还欠了银行一屁股债。哎，那你说谁会料到会出这种事儿呢？一个屏风能值多少钱、啊？他就是下不下台，我能亏到哪儿去啊？要不是你叫来那帮狗官，把我们吴家钱全都吞光了，是不是你啊？啊，是不是你跟他们早就串通一气了？你早就想把我们吴家整垮了，是不是？嘿呦，哎，你是怎么跟你老丈人说话的啊？我把女儿都给你了，你们吴家垮了，那我女儿不是跟着吃苦吗？话再说回来了，哼，你们当初给那几个官员送送礼，怎么就把你们吴家给送空了啊？你们吴家多大的产业啊？哼，再说你从中没点儿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吴慧君能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啊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你呀，也用不着那么着急。哼，你不想想，你们吴家的大事，什么时候又轮着你老二出头了？啊，
你想想，说呀。我这一辈子的心血，就这样还你。先开点药给老爷先吃着，如果七天之内没什么的话，估计还有指望。妈，妈，妈，快通知大少爷和二少爷赶快回来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去准备一下，你们的钱真的不会少的。吴老板，我们都是做生意的，这口说无凭吧？说的有道理，立字据。对，宝元七号就是我的字据。几十年来，吴家从来没有一次背信弃义的，无论生意大小，从来都是童叟无欺，恪守公平。可以这一次，你们却苦苦相逼，你们良心何在？少拿着我们的钱！我的命就在这儿，你们谁要是想要，谁就拿去。大少爷，这不要憋得太紧了，弄不好会出人命的。哎嘿，各位上级上级的，你们不要这样嘛啊！哎，有什么话都好说啊。回家放下，放下。哎呀，你们也真是的，宝元七号能欠你们钱吗？啊，你们也不想一想，宝元七号这四个字那就价值千金了。你们都目光太短浅了，啊！哎，给我个面子，今天就算算了，有什么话等吴老爷回来再说，啊！哎呀，不要再给小辈为难了。对，去找吴老爷去。对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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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少爷。太太，这两位少爷赶紧过去，老爷大了。
太脏了，怎么办呢？一口都喂不进去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妈。若兰，先别告诉妈。你帮我拿着，我把铁扶起来，你再喂。妈的意思，让你到慧静的大厅等着。慧俊，啊，爹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啊，妈。我写好的钱呢？所有的钱呢？我用了，妈，我打点那些军官，我没有乱用，每一笔都有账目的，这些大哥都是同意的。是的，我。那你老老实实的说，总共用了多少钱？五万。多少？五万多，五万多，不是五千大洋吗？还有四万五千块钱，你是从哪儿弄的？妈，那些军官不停的要钱，说各个部门都要用钱疏通，可是七号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，我就只能向银行借了一些，我以为很快就能还上的。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我跟你商量，你会答应我吗？银行借钱，你拿什么做抵押的？妈，妈，妈，我错了。什么？我用的七号。你，妈，你是个败家的，孽障！妈，妈，我错了，妈，我错了。你干！妈。让老爷知道，我知道了，妈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大哥，钱我用了，可我用的正正当当的，你凭什么去跟妈说呀？你这不存心拆我的台吗？慧俊，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任何人商量就擅自做主，本来就是你错的。今天七号里来了很多要钱的人，我一分钱都拿不出来，到了这个份上，我能不说吗？钱我用了，可我自己会想办法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让你替我背黑锅的。我是大哥，我会承担这个责任，可七号是吴家的，我们都有责任来守住他。对对对，是吴家的，也是你的。到了现在这个份上，还说你我有什么意思吗？当务之急是我们一起想办法。
你不用在这当了恶人又当好人的，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会解决。慧君，你已经能喝下药了，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菩萨保佑老爷能够扛过这一关。妈，你就别熬了，回去歇会儿吧，爹这有我们守着呢。我哪睡得着啊。妈，是我，我想进来看看爹。进来吧。妈，我去把药渣倒了。兄弟三个，没有一个能让我省心的。我真不如就像你爹那样，索性睡了过去，眼不见为净。妈，妈，你就别说哥了，他心里也挺难受的。对了，慧香，明天还是把慧明叫回来吧。知道了，妈。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有什么话你说吧。我知道你不想理我，也不想听我的任何解释。我想听。那天的事情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喝多了，你跟我一起回来的。然后第二天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和莲儿躺在一起。我不想为自己做任何辩解，因为我就是错了，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。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心里头从来就没有过别人，只有你一个。知道我那天为什么喝那么多酒吗？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懦夫。自从我到了七号开始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成功的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也许我早就为吴家丢尽了颜面，我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长子应尽的责任。我挽回不了一切，我很怕。就好像今天我举着碎片面对那些要债的人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，我全身在发抖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用的男人，你不应该嫁给我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早就原谅你了。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听到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你一次又一次地说自己是一个弱者，是一个懦夫。
事情，有这样的兴师动众啊？有人告发保安七号的当家乃袁世凯的党羽，我们长官请他走一趟，问问清楚。什么？哎，长官，你凭什么说我们是袁世凯的党羽啊？怎么，你们吴家送的那个屏风可是很有名啊？长官，屏风只不过是个贺礼，怎么就成了党羽了？再说这全国上下送贺礼的也不光我们保元七号一家吧？对，是啊。这个话很蒙，你说是不是？总之先给我们走一趟，把你们登家的出来。追在上干上上干上，还是个孕妇，不要。总算有人出声了啊！我跟你们走。你是？我是保元七号当家的。慧霞，慧霞！妈，没事的，我跟他们走一趟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婉欣，照顾好爹妈。等等，等等。慧祥，大帅，慧祥，大帅，大少爷，慧祥，慧祥，慧祥，你为什么不站出来？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，我会做得很好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连说句实话的胆子都没有。若兰，你对我太好了。等着有一天你会真正爱上我，到那个时候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了。我终究是个不孝的儿子。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千万不能放弃。你别逼我，你不要逼我。那是你自作自受。我知道，你永远都不会叫我一声妈。只会默然，回娘也苍茫，一腔隐隐血，染红嫁衣裳，路尽头孤身只影伴残阳。是无亲王，头顶是牌。
脚下青石板，这日子总是湿透那么凉，悠悠带往高高分墙，不忍一去余音绕梁，春波才暖秋水更轻声，迟迟回眸，欲说还休。